主料米饭200克，鸡蛋50克，辅料油盐黄瓜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准备食材，黄瓜去皮切小块，锅烧热到了油，将鸡蛋壳入煎碎，将米饭放入，将米饭化散，将黄瓜放入煸炒，放适量的盐煸炒好了盛盘。烹饪技巧五，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